份那个非洲猪瘟是日前院长提到，就是说要那个针对旅行社连带处分，那有部分旅行业者啊，这个是反弹，请问院长看法怎么样？非洲猪瘟非常严重，我们防疫如同作战，如果人人抱着事不干己，那非洲猪瘟一定进台湾。非洲猪瘟一进来，养猪业全岛损失2000亿，连卤肉饭都没得吃，外国游客、各地观光客也不会来，那会影响到旅游业者。何况昨天我的财视特别讲到，是希望旅行业者和带队的人、领队都能多手呼吁游客注意台湾的国家规定，并没有说要搜查行李，所以防疫如同作战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，防止非洲猪瘟入境人人有关，希望大家一起来把关，保护台湾，保护台湾猪，保护我们的卤肉饭。